お茶を切れよ。どけよ、どけねえか。あとは我々の番だ。僕は塚原さんと話盛り上がっている。なぜ邪魔しに来た？君は誰？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勇士に口出すんじゃない。バカ！この方は小泉司令官の警局だぞ。なんだ喋り方は。謝れ。はい。すいません。君たち戻れ。はい。快点，来前面，快点，前面，快点。太君，太君，别动！你是孙四儿？我不是，孙老爷在内屋。哦，坐那儿吧，坐下。不是孙四儿，你紧张什么？说你不是孙四，赶快放火，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好。罗哥，嗨，これから何か用事があるか？僕はな、飲み好きなのか、ちょっと便乗。でも塚原さんとこんな楽しいの時離れるとちょっと失礼ですよ。ログに言われたら僕も行きたくなった。じゃあ一緒に行こう。言いながらな、あ、ちょっと便乗へ。おまさか塚原さんも素直によな。塚原さん、塚原さん、報告、塚原さんはどこですか？後ろですよ。はい。どうした？なんだ？え？どういうこと？どういうこと？やばい、やばい。塚原さん、リーバー横地失火した。バカ。行くぞ。おい。早よ。早よ早よ。ちょっとや。兄弟。哎呀，好兄弟，多亏了你呀！啊，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！我说，下次日本人要是再来，你怎么办呢？这个，日本人这次是喝多了，下回不会这样的。陈长官，你真是铁了心要跟鬼子干一辈子了。鬼子？你到底什么人？陈祖寿。
孙四儿已经死了，看守他的几个鬼子也已经死了。你到底什么人？你是中央军还是？陈长官，坐下说话。来，坐下说。坐坐坐。陈祖少，孙四的住所可是你透露给我的，有几个鬼子看守他也是你透露的，你还特意拖住了要保护他的几个鬼子。这事要是查起来，你恐怕脱不了干系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要是拿这个事要挟你，你会瞧得起我们八路军吗？你果然是八路。今天的事儿，终究是我们帮了你一个忙，往后我们有事求你一码归一码，你该拿多少我们就给你多少。不过陈长官不要狮子大开口啊。就这些了？我现在让你揭竿起义打鬼子，你愿意吗？不过陈祖寿，今天的事你还没看明白吗？鬼子把你当人看吗？你堂堂七尺男儿，被人当成一条狗，当真就能咽下这口气啊？我这也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这不是当汉奸的借口。当然了，陈祖寿，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。我知道每天都有人戳着我的脊梁骨在骂我，我走上这条路就回不了头了。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回头路当然有，你要是有这个心，我们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你不必现在就做决定，想清楚了再说。不过鬼子总有被打跑那一天，你最好早点想清楚。好好，那这样啊，你说那个药我尽量帮你弄到，就当是还你今天这个情了。既然这样就多谢了。城里出了事儿，我们得赶快撤，就不在你这多耽误功夫了。陈长官，后会有期。哎，好自为之。你是铁边的什么人啊？他女儿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让你来杀我的？不是。我想也不是。你爹认为我坠入苦海，千方百计想来救我呢，怎么可能让你来杀我呢？吴忠义，你下回执行任务的时候手脚能不能麻利点？我再跟那小鬼子胡扯一会儿，我就得露馅。我看你们聊得挺投机的。还投机呢？要不是打着小泉那老鬼子的旗号，他都未必能理我。他这要是回去问小泉有没有这个人，那肯定觉得露馅。你放心吧，他不会说的。他负责的事捅了这么大娄子，跟人闲聊了半天，导致自己保护的对象被人给杀了。这种事要让他上司知道，他还不如切腹自尽算了。但愿如此吧。
鬼子恐怕要封城清查了，咱们得赶快撤。铁莲花呢？他不是跟你去执行任务去了吗？我们回到陈祖寿家，我去找陈祖寿，让他跟你会合了。哎，我没看见他呀。狐狸精，都是你勾引我爹。对，我就是来杀你的。怎么样？我劝你还是快走吧，日本人就要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日本人不会来。是不是祖寿把日本人拦下来了？陈祖寿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真以为他拦得住日本人啊？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扯闲篇的，我是来警告你，管好你自己，少出去勾搭男人，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，狐狸精。看你这身打扮，应该有一身好武艺吧？我以为你是巾帼英豪呢，没想到也就那么回事。你把话你给我说清楚了。铁姑娘，是不是在你眼里，像我们这样的女人就是活该被千刀万剐呀？糟了，这丫头恐怕是去打顾仙的主意了。刚把陈祖寿说动，要是顾仙出了事儿，陈祖寿非找咱们拼命不可。那赶紧过去吧。走。没错，我是婊子，可我没求着别人来嫖我呀。有些男人家有娇妻，却偏偏爱到这儿来找我们这样的女人，你说是男人的错还是女人的错呀？男人管不住自己，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我们女人，这也就罢了。可你是女人啊，你怎么跟男人有一样的想法呀？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啊！你别以为我会信你。信不信在你，说不说在我。你爹待我是不错，可是跟我山盟海誓的男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在我眼里，你爹和那些甜言蜜语的嫖客没什么区别。你说谁嫖客呢？你才是嫖客，你是那个。我是哪个呀？婊子啊？没事儿，说出来呗。你都要杀我了，骂我几句怕什么呀？我就是有一点弄不明白呀。你不明白什么呀？你看我这都要嫁人了，跟你爹也没什么瓜葛了，怎么突然想起要来杀我了？你别以为你要嫁人了，你勾搭我爹这事儿，我就不跟你算账了。你爹捧着钱来找我，我从来没找过你爹。你爹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次甜言蜜语，我一次都没说过。你说，是你爹勾搭我，还是我勾引你爹啊？行了，快动手吧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只是我顾闲烟花办事，没想到会死在一个恩客女儿的手里。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你能不能不要勾引我爹了？你答应我，我就不杀你。你哼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，你回去跟你爹说，我顾仙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了。真的？嗯。好，这还像句话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有事冲我来！这是我侄女，让她先走。是谁是你侄女？你要护着我，我都要杀你了。什么杀不杀的？小孩开玩笑呢，别当真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？这都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他们，日本人早把你活吃了。哎哎哎，陈夫人不必多礼，
我们都是陈长官的朋友。陈夫人，今天是你的大喜的日子，打扰了。顾先感谢恩人救命之恩，必当涌泉相报。陈夫人，铁姑娘不懂事儿，打扰你了。我怎么不懂事儿了？我又没把她怎么样。有些道理，她以后会懂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碰都没碰你一下。行了，铁莲花，鬼子马上封城了，咱们不能再耽搁，得马上撤了。顾先再谢恩人。不谢不谢，走吧。喜妮儿，你来来来来，放放放！喜妮儿，喜妮儿，难跟你说，以后家里这种重活你不许干，难在难干，难不在你让三胡哥干，三胡哥不在，你找小四川让他干。谢谢大奎哥，那你帮俺放到后院柴房去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大奎哥，吴队长他们情况咋样了？他啥时候能回来呀？男队长。他的情况俺不知道，你问李医生，他比俺清楚啊。你放心，吴队长他们执行任务去了，很快就能回来。这次任务危险吗？再艰难再危险的任务，钟毅也能完成。每次枪林弹雨，他总能凯旋而归。他是最勇敢的人。李医生。你跟武大哥认识很久了？我们认识快4年了，有时候在一起行动，有时候分开行动。以前我们还参加过战地讲习班呢，他还是组长呢。他的字写得可好了，记忆力又好，看过的文章都能过目不忘。和他比赛背诵，我每次都输，又不甘心拉着他再比，哼，然后他就故意让着我。俺知道了，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。啊，俺做饭去了。哎，喜妮儿，以后家里有什么活你就叫我们和你一起做啊。不用。没杀？何止没杀呀，还帮他呢。吴忠义，你一个堂堂的武工队队长，智多星一样的人物，杀个汉奸居然杀不死，是不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关了你几天，你诚心报复啊？我看就是这意思。那小日本啊，要对付陈祖寿，我跟他说别管了，让他们狗咬狗，他不听啊，偏要帮陈祖寿，拦都拦不住，还有闲工夫带着铁莲花把孙四儿给杀了。李修文，你别添乱。能给你添乱，我李修文从来不嫌麻烦。铁大当家的，我问你，鬼子要糟蹋顾仙，你说我救是不救？那顾仙儿你是应该救，但陈祖寿的忙，那你不应该帮啊。要救顾仙就得杀孙四儿，杀了孙四儿就等于帮了陈祖寿，你说这个账该怎么算吧？不是，你救完了顾仙儿，你再杀陈祖寿，这也不晚呢。吴忠义，我先看明白了，你还是没有把你老哥当兄弟。哎呀，爹，人家顾仙儿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人都嫁人了。你别惦记了，不是你别跟着搅和行不行？我搅和，人家顾仙心里压根儿就没你，我看你才少搅和呢。你不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哎，嘴硬是吧？顾仙这原话要不要学给你听一听啊？说啥？你老人家听好了，顾仙亲口对我说的。你爹要是问起我啊，就告诉他，我一眼都不想再见到他了。听到没有？人家一眼都不想见到你了。编，你就在那编吧。
顾仙儿对我那是情深意重，他怎么可能不想见我呢？我编。行，爹，本来人家有句话我都不想告诉你，现在我也不怕你知道。你说呀，说啥？顾仙儿说了，你爹呀待我是不错，不过呢，像我山盟海誓过的男人，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。在我心里呀，你爹就和那些甜言蜜语的嫖客也没什么差别。爹，你听听，你在人心里，你就是个那个啥。不可能，顾仙对我绝不会这么绝情。你真当人家对你有情是吧？哎，人家要对你有情的话，人家干嘛不嫁给你啊？铁大当家的，我插一句啊，缘分这种事儿啊，不能强求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。去他娘的缘分吧，我就是不服，你说我哪一点比陈祖寿差？那铁大当家的你可比他强多了，他是汉奸，您是抗日英雄啊，就冲这一点你也比他强千倍万倍。不过铁大当家的，现在已经这样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拿得起，放得下。哎，你这话我愿意听。我再差，我也不拜祖宗不拜国。保护一个人而已，这么简单的任务都不能完成，简直就是大日本皇军的耻辱。你应该切腹自尽，向天皇陛下谢罪。哼。司令官阁下，属下认为孙四被杀事件另有蹊跷，也不能全怪忠言军啊。明明是他玩忽职守，还有什么借口可以推脱他的罪行？司令官阁下，孙四受皇军保护，他的住所也是秘密的，怎么会有人知道？前田君这么说也有道理。还有，他们怎么选的时间那么巧？趁着忠言军去参加婚宴的时候，守卫空虚。如果没有内奸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那依你所见，那会是谁干的？这件事属下要详查才行。毕竟孙四的住所，我们内部人是有不少人知道的，也有可能泄露出去。陈祖寿的婚宴，知道的人就更多了。种元君他们去参加婚礼，也不难推断出来。所以属下认为，能掌握到这些情况，并且把握好时机的人，有内奸的可能性很大，但是也不排除有心的人打探到了这些情况。孙四的手里掌握着一些情报资源，这也是我们皇军器重他的原因。不管有没有内奸，这事必须彻查。钱田君，你认为该从何查起？属下认为，如果要查清内奸，这件事耗时耗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效。那你这么说，难道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如果有内奸隐藏在我们队伍中，一定要把他挖出来，清除隐患。不过假设孙四的事件是内奸所为，那么这段时间他一定隐藏起来，如果我们贸然行动，只会打草惊蛇呀。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？属下认为，我们暂时不用管这个内奸，直接找八路算账。但是这件事也很可能是国军的特务所干的。如果是国军特务干的，那我们就让八路以为是国军陷害给他们的。很好的主意。不过前段时间我们搜索八路军的主力的事还没有什么进展，我们上哪儿去找他们？司令官阁下，八路不是一向自诩和百姓是鱼水之情吗？这次孙四的死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。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是胆小怕事，他们只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过一天算一天。这次刺杀孙四的事件，我们可以大肆宣扬，这是八路军制造出来的事端，严重扰乱了我们皇军防区内的治安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展开报复行动，许多胆小怕事的中国人就会在心中埋怨八路，认为他们是惹祸在先，才引起皇军的不满。很不错的一个离间计。属下觉得
干脆我们抓一大批人，宣布他们是人质。如果八路军来救他们，我们就堂堂正正地跟他们决战；如果他们来了，我们就歼灭；如果他们不来，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声望必然会受到大大的打击。钱德军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现在对中国人的心里摸得更透了，这真是一条妙计啊！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决战的地点安排在矿区，顺便把合作开矿这件事强力推动起来，也方便我们设下陷阱，让八路踩进来。哎，属下这就安排去抓人。不，这件事就用不着你了，让种元军戴罪立功吧。嗨，种元军，站起来，把开路。要是这件事还办不好，你就准备好肋叉，切腹自尽，向天皇陛下谢罪。嗨，兄弟，你说的对，我铁鞭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应该拿得起，放得下。不该跟一个女人婆婆妈妈的。铁道当家的，你这样想就对了。鬼子占我河山，杀害我父老，像铁道当家的你这样的英雄好汉都不能挺身而出的话，那还能指望谁？哎，兄弟，我只是说我能拿得起放得下，你也别拿话来套我了。我让你杀陈祖寿的事儿你没给我办成吧？那你没办成，就不能说我铁鞭言而无信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暴动的事儿啊，我还真得想想。刚刚才说不婆婆妈妈了，这三句话没到又婆妈起来了。你再考虑，你再考虑，等鬼子真把咱们家矿占了，我看你找谁哭去。你这个，我也没说不打呀，只是你这事儿是个大事儿，我真得好好考虑考虑。你都考虑几天了？一会儿要找女儿。啊！一会儿要杀汉奸，你真当这事是给人家八路军帮忙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这鬼子要占的是咱们家的矿。你看你这个姑娘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小鬼子来了，兴许我那个矿我还能占四成。你说这要搞暴动，兴许连个渣都剩不下。铁道当家的，这个事儿也不能太悲观了。也许不但你的矿全能保住，还能从鬼子手里多占几座矿，暴动的事你肯帮忙再好不过。你要是不肯帮忙，我们八路军自己也会进行的。听到没有？没有你人家也行，你别搞得像上次扎军火库似的啊，到最后来占便宜。你别，这我一码归一码。上次事儿呢，我送的那个炸药，我确实是有责任。但你打小鬼子，我也立功了。再说这次事儿，找闺女，人找到了，没认爹呀。那你这个事儿，那就不能算办完全了。再说杀陈祖寿，你不但没杀他，而且反倒帮他忙了。你这，大家在一起合作没错，但你合作的基础，那得是有来有往，对吧？那武队长，你说这些事儿？我没错吧？铁道当家的，我不想这样跟你算计。俩大男人算计来算计去的，有意思吗？我刚才说了，矿区暴动的事儿，你要肯帮忙再好不过，你要不肯帮忙，八路军自己干。那你要不这样，你得劝劝赵弟儿，让他认爹。不劝，这次不劝。李医生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，我再去多嘴多舌的，也太不像个男人了。是不该再逼李医生了，李医生可比某些人强多了。我怎么听着你们的话好像都在是骂我似的呢？怎么会呢？吴队长，我们就回田家村了。兄弟，后会有期。吴队长，爹，
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不跟铁边合作，暴动的事儿可就悬了。说不定会让鬼子给灭了。不就不是回田家村吗？回田家村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回去劝劝李医生，看看他能不能顾全大局，暂时认一下这个地。哎，你刚才跟铁边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看来他真生气了。 你一人还有三分火性呢，爹，你老这么折腾，人家没跟你翻脸就不错了。我要不是为了留下来说你两句，我就跟他们走了。那武忠义的气度，他不应该这么小啊！我就是想多跟他商量商量罢了。那一点便宜不占，你那将中咋办？你别惦记我嫁妆了，你先想想鬼子来占矿了，咱们怎么办吧。 莲花，那武忠义真没有商量余地了。这小鬼子要来了，你爹可就真傻眼了。后悔了？活该！哎呀，这怎么下台阶的机会都不给呀？ 铁边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，给他根杆他就往上爬，我可不敢答应他什么事儿了。只能回去先做做李医生工作，然后见机行事。姓武的，你别怪我老说你，你自己说，你有时候是不是挺不要脸的？说什么呢？武忠义，武忠义，武忠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什么叫我又来了呀？这亏我还想着我爹没帮上忙啊，我还得帮你们点忙，这怎么着？这埋怨上我了？哎呦，大小姐，那您能帮上我们什么忙啊？你说你这个人啊，刚才我叭叭赶来，你理都不理我，这一听说我能帮上忙，立马嘴脸就变了。你就是个变色龙，我跟你说。我不是以为你在矿区吗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干了。我留下来那是为了骂我爹，骂完了我就想啊。 这对矿区我肯定比你们熟啊！我一直在发愁，矿区除了铁大当家的，找不到可靠的人联络，万一找一个和鬼子一个鼻孔出气的，反而麻烦了。啊，这像我爹那样的，那还叫可靠的人呢？当然了，鬼子来了中国以后，打着各种算盘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爹啃打鬼子就是靠得住的人。他虽然油滑点，爱占便宜，但是大街上站得住。 我还以为像我爹那样爱托后腿的，就已经够呛了。原来在你们心里也是条好汉啊！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这人呐，没有十全十美的。就拿他姓武的来说，你看鬼点子多，满肚子花花肠子，他要是当土匪，也是个武大当家的，你爹呀，根本排不上。有没有正事儿了？怎么又扯上我了？我这不是给大小姐提个醒？ 让他看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看吕修文说的没错，你呀，就是一肚子花花肠子。行了，赶路吧。哎，武忠义，武忠义，我跟你说矿区的事儿呢。哎呀，你等等我。 这他娘来别了安泰难受了，这帮人弄啥来？哎，看什么呢？好像有一个人影闪过，一下又没了。人影。 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吗？往哪儿跑了？好像是往那边一闪就没影了。嗨，肯定是田有胜。田家的主人喜妮他爹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活死人吗？可不就是他？走，咱回去。 铁老头儿。
咋那么怕死哦？太不像个男人了。你是男人？你是男人当了那么多次逃兵？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。我现在要当抗日英雄，喊你们看下我吴沙扣的厉害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坐。铁大当家的不愿意出面，咱们也不能逼他。铁姑娘说，她跟矿区的一些人很熟悉，可以去跟他们沟通联络。铁姑娘，嗯，你先跟大家说说。好，我从小在矿上长大，那些矿主们，我不是叫叔就是叫大爷。鬼子要占的也有他们的矿，我去跟他们说，我觉得能成。这些矿主里，好多都是英雄好汉，咱们可以从这些人下手。首先，咱们就去找杨大侉子，这个人打起架来那就是个不要命的主。有时候碰上争矿的事儿，他是矿主，他还冲到最前头。第二个，咱们就找李根，豪爽讲义气，而且他特别喜欢我这个侄女，所以我去跟他说啊，保证没问题。第三个，咱们去找陈金狗，他爹呀、啊、是当年争矿的时候让人给打死了，他拎着斧头就把仇报了，又把矿给抢回来了。剩下的我再想想。嗯，不成。都是英雄好汉，你一个都不认识，你凭啥说不成？你针对我是吧？我没那个意思。联合暴动是一件机密的大事，我相信铁姑娘说的这几个人，他们都是英雄好汉。可是听起来这几个人性格耿直，万一管不住嘴，消息透露了出去，计划失败了不说，还会连累很多人。还有，联合暴动不是联合几个矿主就可以的，是要把大部分矿主全都联合起来，那才能成。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油条了，我看只有铁鞭出面挑这个头。他有威望，有实力，也算得上是老谋深算，跟着这样一个人举事，相信所有的人都能信服他。如果跟着铁姑娘说的那几个人，他们不能服众，反而大部分人都会持观望态度。我认为李医生说的有道理，分析得很透彻。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那你们倒是想个办法。我去找铁鞭，我跟他说，让他来挑这个头。李医生，要是你心里实在过不了这道梁子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要是有更好的办法，我也不愿意这么选。来的路上啊，我还跟吕修文说，我说我回来做做李医生工作，看看李医生能不能顾全大局。吕修文还说我不要脸。怎么样，吴忠义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，矿区暴动的事儿当然是铁大当家的最合适。我是真担心李医生不同意，没想到李医生主动把这件事给揽下来了。所以我说你这个人不要脸嘛，人家李医生主动站出来了，你又在这说便宜话。你们商量下后面的计划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站住。在矿上的时候让你改口叫个爹，你怎么都不答应，轮到我出主意你就愿意了。你不是针对我，你是什么呀？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，我也不想跟你争什么。为了让铁鞭出头，我只叫他一声爹，以后跟他毫无瓜葛。你可以当没有我这个姐姐，我也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铁家的人。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哎，你回来你。铁姑娘。坐下，你让李医生冷静冷静。你就知道护着他，你。铁姑娘，你从小有铁大当家的疼你，有爹有娘。你想想李医生，这些年，他和他娘是怎么过来的？那也怨不到我头上。
是怨不到你头上，可是将心比心，设身处地的，你也为他想想。现在心里最难受的恐怕就是他了，让他静静吧。啊，闺女啊，闺女啊，劈柴不是这么个劈法，要用巧劲儿，要不然就是白费力气。您是？啊，您就是喜妮儿的爹田东家吧？啊，是是是。我叫李清九，您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每天这么躲着，让您受苦了。快别这么说，八路军啊，看得起俺这个老头子，啊，为八路军干啥事儿俺都愿意呀。您放心，等赶走了鬼子，您一定能恢复自由。到时候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再也不用每天东躲西藏了。那好啊，哎呀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军旅向前行，熊熊烈火映大地，铁的心肠，如刀似枪。燃烧的故乡。